现有这样子的功能哦。现在呢，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伸出来借给我一下 ，OK 吗？好，双手看你喜欢哪一根手哈、哦。好，来，紧接着呢，请我们漂亮秀哥呢来示范给大家看。这一些呢，隐藏版的功能可以让你使用智慧型手机呢更加的便利，更加的方便。现在呢，好，我们从这边轮过去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帮我做一次哈。现在呢，请我们这位帅哥伸出你的一根手指头，你最满意的一根，随便哪一根都可以哈。来，帮我在荧幕上面呢轻点两下。有发现什么事情吗？对，打开荧幕，看到漂亮的美女在旁边都会紧张哈，讲话都会有点结巴。好，再来呢，请这位帅哥，好不好？有看到吗？对，非常好。有没有直接进入的我们的拍照功能哦？如果你看到呢你喜欢的女生走在路上哦，不要在那边按密码锁了，赶快使用呢我们家 OPPO F1 的手机。你有看到呢发生什么事吗？哎，太快了，再一次。好，来，手指不要离开，主持人说好，你手指才可以离开，请大家帮我靠近一点点看。发现呢可以调整什么模式？什么模式？对，有没有可以直接在上面呢来调整我们的铃声，还有音乐，很多功能可以讲，不可以讲重复的哦。刚才知道呢有没有专心听主持人讲解？请问你最喜欢 F1 呢绝美自拍机什么样子的功能？